好，给你发一下这台机器的测试视频啊。这台机器是索尼的 WM28 迪芙尼蓝，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，唯一的一台迪芙尼蓝。它的开仓按键呢在这儿，就是它的暂停按键。这个磁带呢也是送你的二裂带，声音表现非常的好。点播放，怎么样，这个声响表现播正反面的切换按键是这个按键，感受一下啊，成色非常的好。暂停按键，它这个后边是一个磁带类型的选择，就是一类带还是金属带，这边是杜比降噪开关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。后边是两个穿那个背带的地方，待会儿我会把背带拿出来给你，好吧，这台机器就到这儿了。